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志，欢迎观赏视频。今天我来到了南京东路二段，这里来吃泰国料理，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。Kanokwan老麵攤坐落在南京东路二段的一条巷弄里，从松江南京站出来走一小段路就到。店内老板员工全是泰国人，说着泰语，听着泰国流行音乐，来到此地仿佛来到了曼谷。Kanokwan是老板娘的名字，泰语花的意思。这里开业七年多，台湾人爱吃泰国菜，他们这里的生意非常好。我今天点的是泰式海鲜炒粿条，我以为是泰国的 Pad Thai， 结果来的是宽粉，有一点失望，不过还是蛮好吃的。泰式料理在台湾俨然已成为新住民带来的饮食新文化，浓浓的香茅、南姜、柠檬叶的香气弥漫空气中，如今也有农民种植这些植物，在菜市场也可以轻易地买到。Kanokwan คือตรงนี้ Kanokwan Kanokwan คือแปลว่าอะไรอ๋อ老板的名字老板老板的名字什么意思แปลว่าอะไร Kanokwan Kanokwan ภาษาคือแปลว่าขนมขนมภาษา
一种花，一种花，那个是叫什么花？花我们是，เอาโทรศัพท์ป้ามาขนมวอยจะพูดยี่เต้าสมอฟันดี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